快打胡说看十一，十一从不自贴金。金德2700场，胜率79%，排名第一。本场使用再生侠。空老800场，胜率56%，排名98%。Is the Beijing Opera in town? I'm here to stop Shinnok's revival. Looks more like you're about to start one. Fight. 空老匍匐打个腰子。再生侠下点打断，起身归来二连，下点借地狱崛起，死灵冲击强化，空老人羊帽飞扬，双方靠近，远距强化，走不全，鲁森狂击，好判断，失落之魂抓个翻滚，旋转强化，跳点，小跳躲避，稳若泰山，旋转接上，成对踢，下点旋转收尾，再生侠反击打断，斗篷接死灵推开，空老原距发动，哎呀，再生侠预判早了点，地狱归来起手接地狱来客，空老双阳旋转没出来，无碍，失落之魂继续压，原距抹血飞踢，再生侠抢招失败，回合结束，帅气的空老呀。 Round two, fight. 原距先行，下踢再踢，原距再来，下点则投掷，出毁灭了，跳点，斗篷锁裂，地狱强化，上挑，伤害爆炸呀，翻滚被戳，再生侠也没反应到，起跳落地光之序，旋转强化，上挑挥空，跳跃换变，全面掌控，灭世二连，下踢失落之魂，原距防身，上前投掷被化解，再生侠好痛苦，被各种拉扯，又一发原距，死灵强化，继续远程互怼相杀，这个时候冷不丁来个传送贴身博弈，走不全，闹鬼帽强化，起跳被点，投掷压起身，还破了空老的必杀，起跳躲了光之序，旋转强化，起跳瀑布，比赛结束。